你为什么追着我不放？董副师长，别装了，我问你，共军的侦察员藏在哪里？你他妈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心里应该清楚。你是怀疑我通共了？如果你不通共，为什么帮助共军出城？我他妈什么时候帮助他出城了？信徒的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狗仗人势，太无法无天了。走，弟兄们，别理这骚娘们。 站住！咕咕咕，咕咕咕，他们来了。报告张处长，任务圆满完成了。 好，张处长，那我就送到这儿，一路平安。辛苦了，小顾，后会有期。同志们，走吧。路上注意安全。你还是老实一点，别以为自己是二六三师的副师长，我就不敢动你。石专员都要让我三分。 你还是知趣一点。我他妈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，你不要欺人太甚。我们二六三师已经有几个军官被你们陷害了，你难道还想把我也祸害了？哼，你们二六三师中校以上的军官没几个值得信任的。如果我不杀鸡给猴看，他们会更加猖狂，甚至会把整个九阳拱手让给共军。我告诉你。 我们二六三师没有一个孬种，也没有一个叛徒，你给我们放尊重点，否则就算是到了宋司令那里，老子也跟你没完。这里离重庆太远了，离你们的军营也不近，你还是别指望别人了。其实很简单，只要你积极配合我的调查，我绝不难为你。说不定这是一个误会，或者是地下党的一个阴谋。姓涂的。 代表九阳人民，主角了你！老子配合你调查，笑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老子不吃你这套！弟兄们，咱们走！都他妈别动，要不然和他下场一样。 在回九阳的路上被人暗杀了，什么？什么人干的？是你的侄女涂雪兰派人干的。罗连长，到，集合队伍。哎，等等，等什么等？快去！是。师座，您这是要干什么呀？要他的命。要他的命也不用您带兵去啊。 他是侯站长的人，他巴不得把你给拉下来。你说，我管他是什么人呢，今天就是我死，我也得要他的人头来祭奠董副师长。师座，师座，师座，师座！你们干什么？我们要总团。把枪给我放下！放下！ 闪开！站住！站住！谁他妈出来送机把我打了？敢在保密局这边撒野？谁？
老子吃了豹子胆了，怎么着？啊？退下来呢？石专员，你好威风啊！你这什么意思？敢袭击保密局九阳站，你他妈不要命了？别动！去，放开！放！把他给我押走，给董副支长陪葬。拿走。招是不招？想从爷这套出词，想都别想！他妈的，敢捅在老师脸上，我还你了！兄弟，你不能这样！朱浩姐一回来，我们就死定了！下课。你把他给弄死了，还不快松开！没有死在战场上，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手里。血债要用血来偿，今天我要用他们的命来为你祭灵。乔副官在。弟兄们，为董副师长鸣枪，军将放。我说：“大人，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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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”行刑队，举证，预备！枪下留人！姨父，不要叫我姨父，谁是你姨父啊？我正在找你呢，你来了可正好啊。姨父，董副师长的死与司马龙无关，你把人放了，我抵命。郭小姐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胡说八道，我叫你死无全尸。押去，来，带去。想和董副师长说几句话。董副师长，不是我有意要杀你，这是一场误会。我知道你死的冤，现在姨父用我来抵命，这正中了共产党的下怀。我死的也冤，但是最冤的还是我的姨父。你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耍花招？我没有耍花招。我这儿有一封绝密电报，想请姨父过目。师傅，这是宋长官和侯站长的联名电报，这是你袭击宝山，让你向涂小姐公开道歉，否则就撤职他们。让我给他道歉？我看这玩意儿都他妈混蛋王八蛋！撤！
岳父。看来你穿这身还有模有样的。岳父大人，这可是我第三次正式登门提亲了，希望岳父大人不要再敷衍我了，因为我们两家当初可是定有婚约的。记得我爹在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，一定要娶小雨过门。我也曾经向我父亲发过誓，一定会娶小雨为妻。听你这话的意思，如果我不把小女嫁给你，你们家还要怪罪我是不是？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婿一拜。岳父，请喝茶。那乌江上防御的事情，今日就派兵驻守。谢谢岳父。去吧。哦，慢走。哟，邹会长，这不是九阳公署的王先生吗？有何公案？专员大人，请你去看戏，明天下午3点，龙马台。石专员是不是又想叫我们商会筹集粮油钱了？不是，专员大人给小姐订婚，特意请各界名流到场见证。订婚？好事啊！我还有很多请帖要送，告辞了。哦，对了，请问这位石家的乘龙快婿是哪位啊？保安团邵团长，告辞。真是门当户对啊！啊，可惜啊，可惜。这位石义堂为了效忠老蒋，竟然把自己的女儿都献上了。石小姐心气儿这么高的人，她会嫁给邵尔威？少爷，您是不是看上石家大小姐了？我虽然还够不上癞蛤蟆，但也吃不了天鹅蛋。